注大马，掌握国际，欢迎收看 RTM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戴靖航，下来带您关注这一节的新闻焦点。截至本月14号，我国共有17起本土感染病例证实为南非变种毒株。柔佛、吉隆坡和马六甲的学校相继有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校方立即安排停课。一名富商疑似不满两名保镖进行斋戒，以藤棍猛打保镖的背部，警方事后逮捕四人协助调查。截至本月14号，我国共有17起本土感染病例证实为南非变种毒株。卫生总监丹斯利诺希尚表示，这17起病例涉及3个在雪兰莪的感染群以及密切接触者。诺希尚说，根据系统发育分析和地理相关性显示，我国发现了17起南非变异毒株病例，可能是来自同一个感染源。他补充，我国从今年2月3号开始，在本地发现到值得关注的变异毒株，在国际入口发现到2起英国变异毒株，在3月5号发现到2起尼日利亚变异毒株，另外在3月18号发现到了南非变异毒株。全国的中小学生分别在3月和本月返回校园上课，不过却频频传出师生确诊的消息。昨天，柔佛、吉隆坡和马六甲2所华小以及1间中学再有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校方立即安排停课。柔佛州宽柔中学古来分校昨天传出1名学生确诊的消息。据了解，这名学生目前就读初中2。校方在昨天下午接获消息后，立即发出通告，宣布今天全校停课，明天16号启动网课，直到24号。另外，原定于今天和明天的考试将会展延，直到另行通知。与此同时，吉隆坡启智华校昨天证实，1名2年级的学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受影响的师生已经在上个星期五接受隔离，直到19号，而其他班级则照常上课。马六甲亚罗雅野县再有1名华小校长无症状感染新冠肺炎。据了解，这名校长曾经和早前确诊的马杰巴鲁华小校长出席同一场交流活动。市长、市议会主席、19级以上的地方执法官员，即日起可以对违反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342法令的行为开出罚单，包括斋戒月市及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规定。国防部高级部长的德西伊斯曼萨利发文告指出，国家安全理事会在多个地点收到关于斋戒月市集上有公众不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投诉。他说，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染还是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因此必须严重对待相关的问题。而政府从2021年4月14号开始下放权力给市长、市议会主席、19级以上的地方执法官员，对相关的人士开出罚单。他强调，这包括在斋戒月市集出现了没有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他称，地方政府受促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充分执行由国家安全理事会和卫生部发布的标准作业程序。Isman Sabi 也促请公众和地方当局合作，协助压平疫情的曲线。贸销部长达多斯利·埃莱森德前往布城的斋戒月市集巡视，并且对民众在市集的标准作业程序遵守度感到不满意。他说，市集人潮拥挤，抢购食物忽略的安全问题。对此，他再次促请民众务必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艾莱森德表示，贸销部目前没有收到有关不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投报，但民众一定要遵守防疫措施。政府也不希望斋戒月市集会出现新感染群。Buat masa sekarang belum ada aduan yang tak apa mau tu apa SOP kita belum terima lagi. Jadi cuma kita ialah kita nasihatkan kita mesti aku kepada SOP. Kita tak nak jadi kluster
kes baru lah。针对斋戒月物品价格和供应问题，他说有些物品确实有涨价，但涨幅属于正常水平。Alexander 强调，目前供应充足，甚至供过于求，如果出现价格上涨的问题，肯定不是供应导致，而是和中间人有关。吉隆坡槟榔路有一名富商疑似不满两名保镖进行斋戒，发狂掌掴保镖，并指示职员以藤棍猛打两人的背部，甚至用枪对住他们。警方事后逮捕四人，包括雇主归案协助调查，而嫌犯今早已经被带到巴生法庭申请免扣。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桑苏阿玛证实接获有关的投报，他说受害的两名巫裔男子的背部都遭到雇主和另一名员工以藤条抽打。他透露该名男性雇主从两名受害者的腰间抢走一把手枪后，举枪朝向受害者，并发出侮辱宗教的威胁言论。警方已经逮捕涉案的四名嫌犯，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文持武器致伤、刑事法典第506条文刑事恐吓，以及刑事法典第298条文引起不同宗教的愤怒及仇视调查此案。他披露所有被捕的嫌犯将在今天带往巴生法庭申请严酷驻查。他强调此案无关种族课题，对此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不要滥用社交媒体以借此挑起种族情绪的课题，导致种族和谐受影响。柔佛州警方已经针对警员违法的事件开灯调查。柔佛州总警长 Dr. Alcan 表示，警方去年一共开启了83个针对93名违法警员的调查档案。他说有关的违法行为包括贪污、毒品、刑事以及商业罪案等等。阿尤堪表示，93名的警员当中有13人涉及贪污，43人牵涉毒品案件，另外涉嫌刑事案件和商业罪案的则分别有28名和4名警员，其中有31名警员暂时被停职，15人被冻结职务，另外有45人和一名警官遭到开除。据了解，因纪律问题而被逮捕的警员，柔佛州占全国最高。Sebab saya tekankan, saya lebih memberi kutaman kepada tindakan tangkap, buka kesesatan dan tuduh. Dan kalau ada cukup bukti tuan-tuan, kita tuduh di mahkamah dan disabit tuan-tuan, kalau dia jatuhkan hukum, kita boleh buang kerja terus. Tak perlu kita melalui proses yang terlalu panjang di bawah tindakan tertib.与此同时，柔佛州警方单单在今年就已经针对警员违法的行为开启30个调查档案，当中有21人涉及刑事案，10个人涉及毒品案件，贪污和商业罪案则各有5人。吉大州总警长德德哈三路定表示，如果警员或官员有意和超过一人结婚，需要获得各自部门负责人的书面许可，这是为了避免他们受到纪律处分或可被视为违反全国警察总长的命令。哈萨努丁表示，无论是在当地或国外重婚的警员，都将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非穆斯林警员。Kalau sahih bahawa seseorang itu telah berkahwin, apatah lagi kalau berkahwin di luar daripada negara Malaysia, itu dah dua kesalahan. Satu, kahwin tanpa keizinan. Dua, melakukan pergi ke luar kawasan tanpa keizinan. Apatah lagi kalau luar daripada negara kita, lagi berat dia punya tu. Memang tak boleh lah.哈萨努丁强调，任何申请在得到批准前，警方都会根据程序进行筛选。高教部的调查显示，自2010年，至少10%的大学毕业生月薪只介于1001到1500令吉。随着去年爆发疫情后，22.3%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这个收入范围，是过去10年最高的比率。
调查显示，如果概括月薪1000令吉以及以下类别的12.9%，总共有35.2%大学毕业生月入少过1500令吉。高教部年度调查也追踪考获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月薪，包括月入低于500令吉或低于1000令吉者，以及月入超过5000令吉的人士。月入1001到1500令吉的类别写下10年来最高的水平，22.3%受访的学士学位毕业生当中处于这个收入的水平，这意味着收入低至1001令吉者的比率比10年前增长了高达50%。星期三进入倒数100天，奥组委举行吉祥物以及奥运纪念标志的亮相活动。为了避免人潮拥挤，活动没有在进行前事先通知。另外，青体部长达多斯里瑞森梅里肯估计，我国将会有更多的运动员能够争取到参赛资格。纪念标志设置在日本著名旅游景点高尾山山顶，该标志长3米，宽1.8米，设置期将持续到举行奥运会闭幕仪式，之后将展示残奥会纪念标志。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分别在7月23号和8月24号举行。虽然已经进入倒计时，但青体部长达多斯里泽梅瑞肯估计，我国将会有更多运动员能争取到参赛资格。Yang lain itu bukan mana tak dapat, sebab proses kelayakan itu tak habis lagi. Kalau badminton itu, Li Zijia is good as dapat dah, tapi saya tak masukkan dalam senarai 12 lagi, sebab kerana proses kelayakan masih terbuka. Jadi You boleh kata as good as, boleh kata semua 35 lah。大马代表团至今已经有来自5个项目的12名健儿拿到了东京奥运会资格，包括跳水、风帆、场地脚车、射箭和竞技体操。至于残奥会，则有10人拿到参赛资格。目前我国还有14名运动员正努力争取参赛资格。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戴静航，我们今晚再会。